笑到耳朵了、哎、真的太有趣的表演了，对呀、啊、每个节奏每个拍子每个舞步都充满了自信，但是我们还是请评审稍微讲一下，来翁立友老师请。罗平的声音是很厚实的，而且你把那个每一个字的这个字尾都唱得很有力道，这是 很棒的一点。但是呢，看你的表演真的一直想笑，但是又不能说专心看你表演，因为要专心听你唱歌哈、哦。所以说真的我也很煎熬。哦啊，但是真正就好笑啦，你那喜帖给他跳，还就好笑、哦嗯。大致上都不错啊、哦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请了洪敬阳老师请。好，罗平今天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我觉得真的是噱头十足哈、哦。你每一次的表演都会让我们有惊喜，那这个惊喜就是在你的歌曲里面的有一些的编排，那我觉得这是罗平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表演性，你把两首歌扛掰在一起，好、哦，其实那个难度就有了，所以你今天的 key 是必须定的比较高。因为你为了让两首歌在同一个调里面表演，但是呢，相对的也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当中，我发现的罗平的共鸣，好、哦，唱歌的一种可能性又出现了。其实你以往可能是因为你的痛跟你的那个调性，所以你唱起来有时候会比较厚实，但是厚实当中它又缺少了一种弹性。但是今天在罗平这样子的音调当中，你让你的音提高，所以歌声是很明亮的。缺点就是你在里面的音准跟你有一些的尾字、哦、你去做的一些的表情可能都有一点点不是到那个位置、哦、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。但是针对你今天做这样子的尝试，其实我是给你很高分，因为我觉得一个明星组的哈、哦、这个选手在这边，你就是要带给我们创意跟那个惊喜度，好、哦，我会比较强调这一点。那我觉得罗平这一点做到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那我们来看罗平这首歌能获得几分？评审，请给分。今天的表演有很多彩蛋，让大家非常惊喜的罗平，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数是。70、80、90、90、91、92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没有？哇！恭喜得到92.6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太厉害了，92.6分的呢。嗯，接下来就是，接下来看健夫哥的。嗯，就是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境界的健夫哥。一个两个91.6，一个92.6，大家分数哇都这么高。接下来我们介绍4号参赛者，王健夫带来的